有些话想要对你说，我看见你一人在角落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好难过，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，可以说说。有太多的故事在心中，有太多的解释让你痛，没关系没关系就哭吧，可能是可能是太爱他，说出来吧。哦，你的爱是什么形状？哦，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，是三角的恋爱，还在原地打转。别想太多，用真心去告白。哦，你的爱是什么形状？哦，你的爱有没有失去方向？倔强的方块，想把它找回来，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。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，我看见你一人在角落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好难过，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，可以说说。